BTS 粉丝和 BLACKPINK 粉丝无法决定哪个韩国组合是最好的。每个粉丝都为自己的偶像疯狂，来拉里路看看到底谁赢了吧。每个 BLACKPINK 粉丝都记得他们 MV 中巨大的闪光坦克，坦克在这里，太棒了！给邮箱涂白胶，撒银色闪光，邮箱履带也是一样，一切都在发光，看起来太迷人了。这就是 BLACKPINK 在 MV 里用的坦克啊！嘟嘟嘟嘟，让我们看看幕后的镜头。在这个巨大的迪斯科坦克上吃爆米花、说唱，还要保持平衡，简直太难了。但 BLACKPINK 什么都可以做到。我们还有一个 BTS 的粉丝吗？你来的地方啦！拉力路准备好再进行一次改造啦！把头发染成蓝色怎么样？头发延长准备好了，去掉旧头发。别担心，贤，你的新发型好看多了。将头发延长粘上去，修剪头发做波波头造型，去下下眼睑上的睫毛，五颜六色的头发，新发型，贤看起来完全不同啦。用牛仔布做一套衣服，缝起来做一条可爱的牛仔裤，让这套衣服看起来更随意，扯出一些线头。剪几个口使布料看起来更久，用亮片面料做背心，外套差不多准备好了。稍等一下，领口变成一个巨大的衣领。 BTS 穿牛仔衣拍了很多照片和采访，他们的活动都是韩国最好的造型师为他们准备的，我相信专业人士设计的风格。现在房间里有一条 BTS 毯子，它的墙壁上贴满了 BTS 的海报，它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听好几天 BTS 的歌。外面有点冷，我应该穿什么呢？有两个选择，一件普通的外套不是我今天想要的，但这件外套看起来很完美。BTS 肯定会喜欢我的打扮的，我等不及看他们下一场演唱会了。我们来为梅格做件裙子吧，将布对折，像这样拧紧它，沾上一些魔术贴，我们做了一件漂亮的双层裙子。让我们添加一个胸衣，切开织物，弯曲边缘来做一个美丽的领口，添加魔术贴，做两个鼓起的袖子，沾上所有的部位做一件漂亮的裙子。用一个巨大的蝴蝶结装饰背部，这件衣服看起来棒极了，但加上图案更好看了，看起来好多了。这件手工连衣裙太独特了，梳头发扎成一个球。每个手里拿着冰淇淋，我喜欢冰淇淋，当然还有 BLACKPINK。 每个晚上回到家，他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他最喜欢的明星。晚安，我太累了，希望能做个美梦。那天晚上，梅格梦见自己变成了韩国最出名的歌手，他的歌曲立即大火，拿下所有音乐排行榜。感谢我所有的粉丝，我只属于你们。做一个 BLACKPINK MV 里的地球，画一个发泡胶球使其看起来像地球仪。首先画出海洋，然后绘制大陆，添加一些金属丙烯酸漆做最后的润色。我很开心能参加这次 MV 的拍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韩国明星是怎么工作的。我们来做个凳子吧，我们需要一个小魔方，涂上黑色丙烯酸漆，在两侧写字母，
字母需要拼出 BLACKPINK。 金给了梅格这个魔方作为生日礼物，不确定他能不能拼出来，但他真的很会跳舞。在网格上贴双面胶，现在贴 BTS 的照片就很方便啦。添加几个贴纸和高音符号，使用木字母作为情绪板的基础，用不同颜色的闪光来装饰每个字母，黄色、橙色和紫色。现在情绪板完成，可以放在房间里啦。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，今天我要去 BTS 的演唱会，耶！哇哦，玩得开心，芭比。让我们从破碎的芭比娃娃里拿一个身体，只需要再找个头。好了，用卸甲水涂掉长睫毛，芭比娃娃有新的眼妆啦。啊哦，芭比少了些头发。没事，我有个主意，用丙烯酸锡盖住头部，剪一条绸带，烧一下边缘，并扯出另一边的线条，将头发延长粘上去，头发看起来有点乱，再一个低马尾，并用发胶固定它，然后修剪头发。哇哦，一个时髦的波波头造型完成了，拉力路有最好的发型师。用弹性织物做裤子，剪下两块，把两条裤腿缝在一起。哇哦，简直太适合它了。我们需要搭配一件上衣，白色 T 恤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们做一件外套吧，画轮廓并剪出正确的部分。干得好，我们只需要添加袖子。我们的裁缝为最著名的流行歌手做服装，拉里路又做出惊人的作品。一看芭比的房间，你就知道她最喜欢的组合是谁。墙壁上贴着偶像的照片，床头还有一个巨大的 BTS 标志。芭比甚至给她的小猫取名为吉米和荣国。这个房间激励着芭比写自己的歌。BLACKPINK 也有贴杆粉丝，在运动面料上勾勒出娃娃，用针脚固定织物，然后剪下来，缝起来做一件紧身衣，很适合它。从黑色泡沫纸中剪出一个圆领，选择一些蕾丝，这个不错，粘在衣领上。使用闪光薄纱做一条长长的斗篷，像这样拧紧它，粘在边缘，用衣领盖住接缝。在衣服上加一条泡沫纸裙，穿上黑色靴子，用亮片丝带装饰头发，扎一个紧马尾辫。哇哦，用白丝带做头发延长，烧一个边，并扯下另一条边上的线条，像这样把头发延长粘上去，添加粘性层并撒闪光。现在金的脸上有闪光泪滴啦。BLACKPINK 的粉丝看起来很酷，这种风格太适合他啦。金是一个真正的时尚达人，金的偶像激励他在事业上努力工作。金想成为一个著名的模特，他可以轻易地模仿 BLACKPINK 在 MV 里的造型。他们真的给了我灵感，他们在拍照时会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情感。哇哦，照片肯定会很棒。你更喜欢谁， BTS 还是 BLACKPINK？ 评论下方给我们的视频点赞，订阅拉里路频道并打开提示铃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了。